周杰伦同昆凌寻晚喺英国教堂搞咗个世纪婚礼，场面浪漫而梦幻，仲好感动添。相信昆凌真系冇谂过自己可以咁快飞上枝头，事关佢以前系咁的。21岁做周董老婆，昆凌陈年经常再出土。唔讲咁多，睇片先。可是我就是那种怪异的舞蹈，然后我就很怕就是这一次冤枉。冇睇错人啊，呢、这个咪周太咯。当年佢发晒明星梦，14岁加入台湾综艺节目《我爱黑杰会》，Hanna 就系佢个档啦。为咗出位，跳埋艳舞添噶。喺边度出身唔紧要，但当时昆凌块面就令人想食包啦。边似依家咁尖啊？唉，最紧要依家昆凌已经拍好咗大码头，过去系点又有乜所谓啊？